喂，是我，是，敌人全线撤退了，是，是，乘胜追击，不让敌人喘息，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，是。首长，人民军金师长来了。好，请进来吧。是。哦，老金，老吴，来了。请坐啊！敌人跑掉了。是啊，这是美国最擅长的了。他们的现代化装备跑起来可倒是真快呀！啊，敌人撤退的这样快，我们应该注意敌人新的阴谋。敌人想让我们远离后方，造成运输上的困难。敌人这种想法只能是做梦啊。部队前进了，战线拉长了，急需弹药和给养的补充，我们应该请求指挥部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，你看怎么样？嗯，对啊。喂，接辽河部。对，江桥，江桥吗？张队长，江桥要是修不好，就影响前线的供应，必须用三天的时间抢修完。刘局长，前面的材料不够用了，恐怕要影响任务。好吧，我马上想办法解决。李局长，桥梁材料，我看先从安东调来一批吧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时间紧迫，包车组最好安东解决。对。线路指导我马上就派。好。喂，机务处长，有新的情况吗？没有。204开了没有？是。127马上发车，127马上发车。2390在你站通过，2390在你站通过。小林，叫安东。安东，安东，我是安东。朝鲜青川江大桥遭到敌机严重的破坏，上级下达紧急命令，要我们在两个晚上把抢修大桥全部材料运到工地。虽然夜间行车困难很多，但是这趟任务只许提前，不许错后。王书记，你看还有什么问题？要特别记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，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。另外，你们到那儿线路不熟，上级已经派专人给你们做线路指导，过了江就有人上车。怎么样，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啊？我代表我们包乘组向党保证，一定提前完成这次光荣任务。好啊，你先留下，孙明昌同志啊，有，你先带领大伙做出城的准备工作。好吧。好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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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胖啊。哎，再见。再见，王书记。好，再见，大家。再见。再见。我到库里去一趟。好啊。
李长岗同志还没来啊，他的爱人刚生孩子，我看这一趟任务有必然代替一下吧。他不一定能同意吧，在他要求入党的申请书上对参加抗美援朝的态度很坚决，我看等他来了再说吧。也好，那咱们先谈吧。同志，同志啊，同志，恭喜你生了个小男孩啊。谢谢你们了。同志啊，我还需要准备什么吗？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不需要什么了啊。那我回去了。火速反断，准备出城，900元。过江。这一趟车上党的工作由你负责，除了你们三个党员以外，还要发挥小郭、小胖青年团员的积极作用。另外要特别注意和朝鲜线路指导同志的关系。好，老李来了。王书记。老李啊。王书记，过江吗？是啊。老李啊，我看这一趟啊你就不要去了吧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爱人刚生孩子，在家照顾一下。王书记，我和我老婆早就商量好了，没问题，我也问过医院了，人家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王书记，让我去吧。你的意见呢？我是同意他去。那好吧，去吧，家里的事儿啊由我们来照顾。王书记，再见。好，王书记，我们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长哥，走啊，走。老李啊，穿上。刘峰。朝鲜过来的难民很多，院长说呀，把青山号都疏散到老乡家。行啊行啊，快抬进来吧。嗯，快，快背礼物去。放哪儿？
龙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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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再也看不到你了。我的小孙子呢？我的小孙子呢？老大娘，您别急，这不是您的小孙子吗？啊，奶奶，所长，我先走。老大娘，您的伤不要紧，我们保证给您治好。老大姐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住在我这儿啊，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啊。妈，刘峰回来了。妈，我被批准了。啊，批准了啊。哎呀，景春不是今儿下晚就回朝鲜吗？看你想到哪儿去了，我是说抗美援朝的事。今天晚上就过江。我早就说过，早办完了就了了妈这桩心事了。你们呢？景春，你也在这儿。我祝贺你，听见了。嗯，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？我今天早上回来的。吃饭吧。哎，妈，我没有时间吃了，我们还有好多准备工作没做完，我再马上会端上去。景春，你在这儿吃吧，我得走了。大娘，我也没时间了，院里还有好多伤号要处置呢。好，妈，妈妈不拦你们，去吧。大娘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那位朝鲜老大娘，您就多照顾点吧。你还不知道大娘啊？放心吧。刘峰啊，你是个党员，比妈妈知道的多。这回你到朝鲜，妈妈也用不着多说了，你要好好的完成祖国人民交给你的任务，狠狠地打击美国强盗，为朝鲜人民报仇，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两国人民的厉害。你们看，这帮
狗强盗，早晚叫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。你打吗？对，我叫刘峰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指派给你的线路指导秦万吉同志。刘峰同志你好。你好，敌机快走。正好，再晚会儿就危险了。这位线路指导真行，一上车就立了一功。注意，不要乱说。哎，敌人这种疯狂轰炸，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处处吃白仗，这样他们就利用暂时的空中优势封锁我们的铁路线。飞机也挽救不了美帝国主义的失败命运，咱们是永远也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。不能停车，这是误区，加速，加速。好嘞，好嘞。来，我来。前面不远就是山洞，开进去。鱼台站报告，鱼台站报告，462正点通过。鱼台站，鱼台站，750到了没有？鱼台，鱼台，回答，回答。鱼台站报告，鱼台站报告，750在站位停车。命令462在下一站停车，留下一名司机和副司机，马上回到鱼台去救援。是。750的司机、副司机都负伤了。刘局长命令叫我们去两个人救援，我看老王和老宋你们俩去吧，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没有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马上就去。好。好了，同志们请上车吧，等派来的司机到了马上就发车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站长同志。哎，我们是462乘务员，请站长分配任务。好极了，马上发车。好吧。老宋同志，警车，警车。老王，小吴，怎么，你没坐这趟车啊？我们赶回医疗所。啊，好，咱们一块走吧。嗯，同志们都好吗？啊，你是问刘峰啊？哎，他很好，很好。让我们上车了。好吧，快上车吧。
哎，小胖，你快来看，敌机。不要紧，这是敌人重轰炸机 B-29，他还不如咱的机车灵便。刘鹏同志，现在已经5:00，前面是平道，可以加速。好，加速。好嘞。敌人封锁区，注意啊！好嘞，好嘞。前面不远就是深洞，冲进去！好，加速！好嘞，好嘞。刘鹏同志，动转藏不住整个列车，敌机马上就来轰炸，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有办法，站住啊！好。敌机斗不过咱们跑掉了，一会儿说不定来几架呢。前面不远就长山洞，开进去。对，金日道，敌机追来了没有？嘿，他去给他主子报功去了。刘副同志，刚才斗飞机那洞啊，是个短洞。这个洞比较长，离这30公里，前面还有一个大长山洞。司令长，天刚亮，我看咱们接着往前开吧。小胖同志，白天敌人飞机活动很厉害，不能行车呀，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。哼，我看呢，没什么。刚才司机长和金指导在那个山洞把敌人的飞机斗的都转不过弯呀。离前面那个山洞啊，还要跑一个很长时间，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。对，咱们赶紧回许用车准备休息，还得请金指导啊，给咱们介绍介绍线路情况。好，走吧。我们这趟车从安东到青川江大桥一共有15个站，有13个山洞，一路大致有5处敌人重点封锁区，昨天一夜我们才走出5个站，现在白天又不能行车，今天一夜要想走出10几个站是有很多困难的。司令长，咱们利用白天休息的时间
冲开一家伙，把误点的时间呢抢回来。小胖，我们不能冒险，要时刻记住上级对我们的指示。那咱们得完成任务啊。是啊，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想办法争取时间，用智慧去战胜敌人的封锁。金指导说得很对，我们的确存在很多的困难，敌机老是跟着我们转，我们不能正常行车，再加上我们人手少，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开动脑筋和空中敌人展开斗智的办法，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用一夜的时间把桥梁材料运到青春江大桥。我的意见呢、啊，今天晚上行车的时候咱们多增加一个人监视敌机。对，苏营车里啊看得最清楚了，昨天夜里我们眼看着敌机来了，可就是没办法告诉你们。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治他，这饭盒上拴上绳，拉到机车里，敌机来了我就拉绳，这样你们不就知道了吗？行啊，小郭这办法行啊。嗯，好办法。麦卡斯是个老东西，要是让我抓住的话，我非把他扔到龙门里不可。小胖说的对，咱们马上睡觉准备力量，今天晚上战斗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怎么还不睡呀、啊？没有，机长，这么半天上哪儿去了？我在机车里写什么呢？老李啊，你想得很对。司机长，对我有什么意见提提吧。没什么意见，就是你不爱休息这个老毛病啊，可得克服一下。你们还没休息啊？没有。怎么不睡了？休息好了。同志们都是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，对这种行车还不太习惯吧？没什么。金人岛过去在哪儿工作了？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做副司机，解放以后参加军队了，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干起我的老行来了。哦，哎，金人岛，这次到你们这儿来，有机会到你们家做客去。家，老婆被美国鬼子炸死了，妈妈和儿子现在还不知道死活。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。田大嫂，崔副同志你好啊。好啊。崔副同志，山东里有铁路志愿军同志吗？怎么，你又来请他们到你家去做客啊？
是啊。我领你去。好。金指导，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的压迫，今天美国鬼子又来侵略我们了，我们有力量战胜他。同志，有人找。同志，哎呀，金同志，你也在这儿。大嫂来了。同志，我们把热炕头都烧好了，快请到我们家休息休息吧。哎，不用了，金指导，别麻烦老乡了。哎呀，同志，你们不要客气嘛，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，你们晚间很累，白天又睡不好，哪管到我们家睡一个热炕头，我们心里也高兴啊。我们不是客气，我们住的吃的都很好。是啊，哎，金指导，您这是朝鲜人民的心意。对，我看还是去吧。去吧，同志们，我们家就住在附近，请到我们家休息一会儿吧。她丈夫是个战斗英雄，家里还有个老大爷，他们就是为了招待志愿军才留在这附近住下的。咱们去吧。好吧。得留人看车呀。不用留了，我跟洞长说一声好了。同志们去吧，这里我负责。好。小胖，哎，小光，哎。同志。同志，你们都好啊！哎，好，好，我们都很好。老大爷，这么冷的天儿，您出来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是怕你们不来呀。老大爷，快到屋里去吧！啊，快进屋，老大，快进屋。同志们，快上来吧！快上来吧，快，快坐下，哎，坐下哪个哪个？老大爷，啊，我们太麻烦你们了。哎，同志啊，请还请不到呢。金指导，你也不帮助我照顾照顾？我们这些同志啊，都跟客人似的。怎么样？我给大伙来倒。别客气，来到我们这儿可不能客气啊。我们不会客气。金指导，你先帮着我照顾照顾。好。来，查克同志，喝水吧。啊。哎呦，小家伙，来，我抱抱你。哎呦，来，郭叔叔抱抱啊。来，闷一个啊。小郭，来来来，抱过来。找李伯伯抱抱去啊！哎哎，抱抱啊！怎么想孩子了？别着急呀、啊，过两年你那孩子也这么大了。长哥同志，有几个小孩了？头一个还是个大胖小子呢。啊，那好啊，该喝你的喜酒了。来来来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几岁啦？上岁了。金指导，你有几个孩子？金指导，抓紧时间休息吧。对，大家休息吧，赶快休息吧，啊，赶快休息吧，啊。来来来，休息。老李，金指导，金指导，
你快进屋休息吧，只有我们呢。我不累，大嫂，你饿几天没睡觉了吧？只要同志们休息得好，再有几天不睡也没什么。老李啊，我看是很难谢绝了。咱们吃一顿够他们吃好几天的。是啊。司长，我回车上取下你来吧。对，那你快点回去，快点。刘鹏同志，休息吧。休息好了。老大爷，让我来吧。同志啊，快去休息去吧。让我来吧。司机长，你们晚上还有任务呢，你快进屋休息去吧。大嫂，我已经休息好了。老大爷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你们这些同志们呢？老大爷，我们能在这休息啊，已经就很好了。你还做饭给我们吃？哎，没什么好吃的。等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后，大爷做朝鲜最好吃的东西给你吃，啊？哎，那我们一定来啊，一定来。老大爷啊，抽颗烟吧。哎，不抽啊。哎，抽颗。同志们都没吃好吧？哎，吃好了，吃好了。老大爷，我们吃的睡的都很好，我们太感谢你们了。谢什么啊？我给同志们捎完请客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马上就要回去了。那可不成，等一等，马上就好。那咱们喝完再走吧。金指导，这是咱们带的大米，待会儿你交给老大爷。这我可完不成任务啊。哎，金指导，是你带我们到这儿来的，当然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了。对，你们想的可真周到。咱们赶快回去准备出城，小郭把那个发电赶快搞好。哎，我们先走了啊。金指导，请你代表我们大伙儿谢谢老乡吧。好。同志们呢？他们回去做准备工作去了。金指导，你怎么也不替我留一留啊？他们给你留一些米，怕你不收，叫我送给你。你看，收下吧。这是定时弹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。司机长，这点算点什么？我去把它弄走。怎么？在这种情况下不许莽撞。金指导，我们不能再等了，得想办法把他弄走。
们等一下。你们听，不好，有变化，快躲开，快！刘鹏同志怎么样？没事。哎，你先拿去，我去绑定时弹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去，让我去吧。刘鹏同志，你是司机长，比我重要，你不能去。哎呀，别争着，争取时间要紧的。趴下。机制到，怎么样？没事。强哥啊，没事没事。司机长，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。小郭，这下我可发现这玩意儿的秘密了。在它爆炸之前呢，有两种响声，先是咔咔的响，等转到呼呼响的时候，就是要爆炸。这个，就是在它呼呼响的时候，要拿铅笔给别住。司机长，这个怎么爆炸了？在你们拉的时候，可能把铅笔给震掉。司机长真行啊。把杜鲁门的盖子给揭开了啊！这是好经验啊，咱向领导汇报，建议领导啊在全线推广。对，走，咱们先看看铁路去吧。走，看看去。走。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我们到处都有抢修队。保证天黑以前照常通车，你们等一下，我去找人。好，来。刘鹏同志，我们来了！刘鹏同志，来了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
们为了提前把抢修青春年大桥的材料运上去，在天黑前咱们一定抢修完。对，大嫂，大嫂你怎么也来了？刚才我们委员长不是说过吗，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铁路抢修完，我们所有的抢修队员都来了。长广同志，走，快走吧，一会儿说不定又把大米给你送回来了。大嫂你忙去吧。啊，什么大嫂？下次路过这儿一定到我们这儿来呀。好，十分开除本站。另外再报一个好消息，刘峰小组把敌人定时炸弹的秘密给揭开了。司机长真行啊，不但揭开了敌人定时弹的秘密，还保全了后续列车的行车。是啊，谢谢站长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司机长，有他咱们就不用担心美国飞机了。这回要看小郭的发明创造了。注意了，这是敌人重点封锁区，加速加速了。好了，糟了，车被打坏了。你刘先生，这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有办法，你快回去准备发射。好，thank you.
料有消息没有？立马站报告，立马站报告，资料提前一小时通过本站。好，告诉面目站，四六二可以不停车，直达青春江，一切列车都要给四六二让路。是。明波，明波。老刘，四六二还有一个站就到达青春江大桥了。好啊，来，咱们研究下一步的计划。好啊，在这儿。喂，宁波站报告，我是四六二副司机李昌阁，请刘局长讲话。喂，是我。我们请求刘局长允许我们回去找司机长。下一站就是青川江大桥，马上把桥梁材料运上去。刘峰同志由我负责。是。命令上几个站马上派人去找四六二司机长。是。你们继续抢修，我马上向局长报告。情况怎么样？有十几个轻伤号，由于炸弹的震动，伤口比从前都加重了。我看这样吧，现在你就坐汽车，把这批伤员都送回祖国去，明天一定要赶回来。嗯。医疗所虽然被敌人炸毁了，我们想办法再修改。还有什么指示吗？马上出发吧。是。关于刘峰同志，我已经派人找去了，你可以放心。路上要小心呐。请局长放心。好，再见吧。再见。我的儿子龙根呐，也在铁路上。是啊，哎，老大姐，说不定他俩在朝鲜还能碰到一块儿呢。哎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奶奶，我要喝水。啊，你的伤还没全好呢，我去。大娘，静春，
们回来了，我送伤员回来的。哎呀，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吧。哎，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一会儿就回去了。一会儿就回去？嗯。那位朝鲜老大娘呢？在里屋呢，我看看去。哎，大娘你好啊。好，好。您的伤全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哎，这是谁呀？挺面熟的。老大姐，你可真是的，你忘了外屋挂的那个照片儿。啊，哎呀，好孩子，来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您坐。上一回可多亏了你呀，大娘也没有看见你，你就回朝鲜了。是啊，这回呀，我是特地来看您老人家来了。啊，哦，这就是你儿媳妇吧？啊，多好的孩子啊！孩子，就做我的干女儿吧。妈妈。好孩子，妈妈没什么送你的，把这个收下吧。你看见他就会想到我。谢谢妈妈。景春呐，你在朝鲜看见刘峰没有？怎么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就说吧，大娘既然把孩子送到朝鲜战场，就什么都能经得住。你就说吧，大娘，刘峰在行车的时候，机车被敌机打坏了，他去修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找到。大妹子，沿路都有修路员工，还有我们朝鲜人民，一定会找到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对，有我们的党，有朝鲜人民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孩子，你就回去吧。不，你等一下，拿去，把它送给朝鲜人民。妈妈，我走了。哎，老大爷，我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，可是我实在着急要回去。请放心吧，我自己可以回到调度所去。同志，我们了解你的心情，为了向我们的劳动党负责，向志愿军同志负责，请你再耐心地等一等，车马上就来了。
首长，一支队又来电话了，还是去这要弹药。是很紧呐，今天就要了两次了。金师长，当面的敌人很猖狂，今天已经是连续向我们进攻的第十次了。正像战士们所提出来的，应该出击歼灭他。可是青川江大桥被敌人炸毁了，在运输上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。高参谋，有，立即把直属部队和后方部队的弹药全都集中起来补充上去，要他们尽最大的可能节约弹药。是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守住阵地，争取时间。对，等弹药运来以后，就这样，就在这儿消灭他们。对，同志们，我们这儿是进攻万峰岭冲锋出发地，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阵地。是啊，争取时间是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。我们的弹药不多了，要注意节省每一颗子弹。我的意见，把子弹清点一下，集中使用。对了，你们回去把子弹清点一下。是是。喂，对啊，青川江大桥今天夜间就可以通车。对，好吧，我们完全可以保证啊。再见。后勤要我们今天夜里派一次列车运军火。对，我们把所有的列车都运上去，把四六二也开上去。可是宋玉昌小组从前方还没回来，刘峰同志也还没有找到。是，最好是刘峰小组。嗯，刘峰小组很机智又很勇敢。报告局长，方才立马车站报告说刘峰同志已经找到了。哦，现在在哪儿？负伤了没有？据报告说是在立马车站附近不远调的车，被两位朝鲜老乡救去了。哦，经医生检查是震昏了，伤不重，他们马上就把刘福送到这儿来。那好啊，老刘，我到江桥去看一下。啊。哎，是啊。好，首长，指挥部电话。喂，是我。是。金师长在这儿呢。是。我们正在研究新的作战方案。太好了，明天早晨弹药就可以运上来。哦，指挥部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况要我们重新研究一下作战方案。好啊。总司，别送了，别送了。总司，谢谢啊。不要客气。谢谢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金指导，哎，司令长回来了。刘峰同志，司令长，小胖，哎，小郭，司令长你好，司令长，昌哥，你可回来了。刘峰同志你好，刘局长说你今天回来，怎么样，伤完全好了吧？好了，哎，
你们上哪去啊？刘局长找我们，可能有新任务。那我回来正好啊。司机长，我可不同意你去。为什么？你的伤还没好呢。朝鲜老大爷他妈早就给我治好了。那咱们快走吧。走走。这趟列车完全是军火，必须在明天早晨4点钟前运到千城车站。上次你们的运输任务完成得很好，这次任务比上次还要艰巨，因为到达千城必须要通过青川江大桥，它是运输线上的咽喉，同时又是敌人重要的封锁点。记住，你们必须沉着机智勇敢地来完成这次任务。如果在行车当中和调度所失掉联系，你们应该立即判断情况，主动地处理行车，因为它关系到这次战役的胜利。今晚吉同志，线路指导还请你负责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用代号来指挥行车。刘峰同志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刘局长，我们保证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。怎么样，伤口好了没有啊？没有问题的。那好啊，李昌格同志，你们赶紧去做出车准备吧。哎，好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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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再见。刘局长请回去吧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妈知道了吗？宋尚言回祖国。小刘。哎呀，你好。小胖。常可同志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小乖。这位是线路指导金万吉同志。哦，这是未婚妻吧。哦，你好。苗景春。呵，小苗真漂亮啊，几天不见还戴上银戒指了啊。当然了，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，我还要永远带着它呢。苗同志，你这个戒指我妈妈送给我的。啊，小苗，今天晚上我们有紧急任务，明天回来再谈吧。好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了啊。再见了。我们走了。嗯，金指导，嗯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妈妈有一个戒指，跟苗同志的一样。是啊，司机长，快走啊！走。知道了。
水箱被打漏了。要深沟弯路，加速开进去，敌机就不敢扫射了。好，司机长，水箱里的水不够用了。怎么办？不要紧，这下边就是河，我去找抢救队。好了。二十九号地区，二十九号地区情况怎么样？四六二通过没有？啊，刘队长，四六二完了，一小时通过稳当。好了。江桥，江桥，江桥，糟了，电话线被打断了。命令通讯段，赶紧抢修。是。车不摘吊，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。为了保住整个列车的安全，决定摘吊尾车，这样可以保证后续列车的运输。小胖，你在这儿。警长，干什么去？着火的车辆不摘吊，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。我去。
诺同志。我知道了，昌葛同志，保证了青川江大桥和列车的安全，也保证了后续列车的运输。这帮狗强盗，我们要进入这笔血债，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替昌葛同志报仇。小郭，把排水阀都打开，快！注意了。好了，34号地区命令462加速，中途不停，直达千城。
李长葛同志，为了中朝人民的安全，为了世界和平，英勇地牺牲了。他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很好地学习。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，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。根据李长葛同志申请的请求，上级党委已经批准追认李长葛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。刘峰同志，你们到李长葛同志家看了没有？我们已经去过了，他爱人和小孩都很好。好，美帝国主义又撒下一颗仇恨的种子。刘峰在信上都说什么？他信上说呀，就在这一两天里头，可能啊就和景春一块回来。啊，那你可得给他们准备点好吃的。金指导啊，今天到我们家叫我妈包一顿饺子给你吃。好啊。我还给你介绍我的朝鲜妈妈。朝鲜妈妈？嗯，你看，这就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。我看看可以吧？好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刘峰家。走，见见去。妈！哎呀，回来了。队长，我把衣脱一下吧。哎，坐。刘峰。妈。妈，大娘，哎，景春，我那朝鲜妈妈呢？在里屋呢。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的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。啊，大娘，哎，快坐下吧。来坐。这位就是我朝鲜妈妈。妈妈。妈，叫你老人家担心了。孩子，你可把妈，来见见，这就是你刘妈妈。刘妈妈，哎，老大姐。大娘，你的伤好了？好了，全好了。啊。就是我的干女儿。妈，我早知道了。知道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妈，妈，就是这个。哦。美国强盗想叫咱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哼，他白做梦。是啊，老大姐，你看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，很快就会把他们从朝鲜赶出去。天下属于咱们了，本来就是咱们的嘛。押送了。